终于那边讲一些钱回来了。哦，泱泱是啦，我们刚刚是泱泱啊，对，我们不充电就好。喂，哎，好吧，那我去找泱泱了。好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瞬移变很烂哦。怎么说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 Q 瞬移就是在旁边而已。烂的，因为被对面电一下，虽然有扣血，可是大概瞬间就回满。那观众场应该限制不能用雷神了，嗯，一定死啊。我可以死灵一下吗？死啊！好，脑鬼。哎、欸，这么好脑，还不这么好，我要玩。哎、欸，雷神又回来了，真快。真的，怪怪的啊。我就失败。你就失败。好，再一次，我还有一次机会。一次六十。好。技能重置。哎、欸，哈基，你冲过去到了，跟我讲一下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好。我们的雷神都好了。哎、欸，你发光。哦，还有我没吃。发光好久啊！自杀吧。自杀好。我要怎么自杀比较好？上面有那个保险箱可以用。江湖术士。哎呦，阿吉想了一样的东西哦。哎呦，我就说我要去对面啊。我要去对面玩一下。他们失明了，快去。没用啊，他们还要自杀哎、欸。哇、嗯。对吧、啊？然后说你在干嘛？干嘛死掉？欸、他们自杀了，他们自杀了。他们自杀？没有啦，他们讲一样的话啦，感觉就是这样子啊。好、哦，我跑消了，我跑消了。我买个手榴弹。好。那就从地底过去吗？还是？我是直接地表。OK。脑鬼，是僵尸改脑鬼是不是？刚刚是这样讲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我看到脑鬼了。王座附近全挖掉了。哎，你又发光了，又发光了，又发光了。看，发屁发哦！哎，我瞎了。耶！一直发光。发屁发。发。发大财。我跨步啊！哇、欸、哇，太惨了吧！这太惨了吧！空哎、欸，嗯，要什么没什么。在看台啊！哦哦，上帝哦，上帝哦，屈原吧？好笑、哦。no， 叫做二零哦。好啊，那就直接死比较快啊！喂，嗯，我就不相信你们那么多的发光可以用。对啊，一天三次，他们好像也差不多吧。小力点，什么小力点？等下我们家楼下关门，关到我的地板都在震动。要多大力了吧？有哎、欸，生成几率减半，减半，更难挖是不是？啊、生成几率减半，对，更难挖哎、欸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好挖哎、欸。是，哎、欸、不对，是写错吗？一直暴增哎、欸，是加倍啦。他为什么打减半呢、啊？真时间减半吧。嗯。好有感哦、喔欸，超有感哎、欸！你没有发光可以那个吗？我技能满的，我发光，不对，我的发光 CD 还没好。我没发光，我血满了。好、哎、要吓到我，对不起，我吓到了。闪电呐、啊！啊对耶，闪电直接显形哎、欸！
哇，那闪这个没有玩哎、欸，这个。哇，有点强啊！要吃闪电直接显现，要金苹果才能冲啊！哇，这个你要隐形的，没办法来嘞。你说被雷劈到直接被看到的意思？就是你感觉有人的时候，你就直接打雷就好了。对啊，就是说，哎、欸，有隐形，有隐形，劈下去就好了。哦，会直接让隐形不见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因为只要受一点点伤，我们就献血了。哦、欸，那变得就比较没什么可以潜行的机会了。哦，那再讲一下、欸，脚踏实地，可以让他们发光，我的发光 CD 好。哎，我要得胜，不然就是脚踏实地去挖一点其他东西吧。难玩难玩，不然我挖个地道先去对面下。哎呦，还来呀、啊？你是有病啊？他是不是疑心病很重、啊？那是不是以后我还在又想要第二次、第三次这样子啊？对啊，有可能啊。他说一分钟打一下就不信哈基来得了，是礼尚往来的。你想弄我就弄回去啊，这样子。你要说你以为我是屈原吗？我们找到破解方法咯。是金苹果也没什么用吧？有哎、欸，我打下来不是三 D 吗？可是我刚只扣两 D， 是因为穿铠甲嘛。可是打雷不是无视防御吗？对啊，他只是把我的黄色爱心劈掉哎、欸。还是你刚好扣掉那一颗星，刚好你的保持度是满的，所以马上补回来。也是啦，好，我现在没有再打。对啦，我要打。哎、欸，一三，来一二三。没有，我按看错了。雷光了，我们现在没有雷。可恶，按错了，忘记了。有。我放错了。巧克力在那个熔岩块那边。我把无敌弄掉了。蓝队分数是倒扣啦。有啊、哦，他们死掉也会倒扣，对对对。对啊，没有，我们刚有赌博啊，扣到他们分数啊。刚赌博啊。啊，我刚赌三，哎、欸，有扣三次吧，扣四百五。哦。吓毁了！哎、欸，为什么都只有我们呐、啊？不公平啊！哎、欸，我的钱，我赚那么久，结果都跟都给你了，最有钱的那一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为什么不管每次有结婚离婚都有你啊？都哦，真的是很乱哎、欸，我连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很乱了。杰克，你好花心哦，真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一下爱音乐，一下爱，还好你不爱我。你是不是所有人都结过一遍才甘愿啊？不对，为什么都杰克？等下为什么我身上有哦？我想这是什么？原来是结婚戒指。经历吗？你丢掉，你丢掉啊？是不是针对？你可以丢掉啊。我怎么总会有经历在那里？丢掉杰克就有钱了。哎呦！我们前面是谁？哈记吗？我巧克力在挖上面矿洞，可以劈了。可是这个被劈，你不会，你会突然会往后跳一下吗？还是就受伤？嗯，感觉雷神真的也还好哎、欸。如果他们在桥啊，在桥上或是干嘛，然后突然劈他们一下，会掉下去。掉下去哦，又是金苹果，下面有人来咯，巧克力来咯。嗯，那接下来劈来一下，然后快跑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，吓毁啦。等一下，好黑。我从后面来，我从后面来，我绕后，我绕后。好，我是掉下来啦。啊、哦，恶心。
我要被他射死了，靠北。哦，我的了，讨厌鬼，你是讨厌鬼，讨厌鬼，电死你，还跑。是不是真的超烂欸，他只是顺附近而已。是啊，烂瞬移，对啊。哦，我多死几次，等一下。哦，我弓丢出去了。What the？ 我保险箱扩满哦，然后钱放里面。好，太好了。哦，打发了，完蛋了。我的食物就这样都没有了。哎呀，你又下来了，我就在跌死啦。啊，他是好防御很重啊，他重防御欸。我重防御。那个应该是附魔啦。哦。哎呀，他花掉两次技能了。嗯，可恶。嗯，然后为什么会是有地板一直有岩浆的那个渗透啊？屋顶吧，怎么是地板？你头顶挖一下，看看是岩浆啊？没有，我头顶是空的啊，可是它地板就是一直有那个。你挖开看看啊？不是啊，我头顶就空的啊。叫空的。哦，没有，它是从很上面流下来。啊，对啊。哎，又有了，劈死你啊！哎，我说明死掉哎，我看说明死掉。有只闪电，哎，没闪电一响，没看到 bug。bug， 没有闪电。对。哎，我变了。需要上去买食物。我要叠石榴。没怪物了。你。对。哦。要挖点东西啦。啊。没。真的 ，Hello， 哎 ，Go Go Go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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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我才刚走下去，嗯，哎，回报，回进，太黑了吧，炸弹，嗯，国王，你怎么？没事，你被出事，超烂的这个。瞬移超烂的啦，对，超烂，烂爆了！他们开炸了，欸、他们开炸了！啊，又轰了就黑了，应该轮流轰欸，画面都变黑、欸，应该这样才对。嗯，就看他黑大概黑几秒啊？大概两秒吧。Yeah。巧克力是不是跑去练盾剑啊？举盾越来越强吗？对，感觉 他改成左手之类的吗？哎呦，从头到尾没看到江江欸，对呀、啊，都归在弟弟吧。好，我们不管了，去找江江。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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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啊，要死一起！哎、欸，巧克力在我们家楼上。嗯，他的特性不就是归在弟弟？央央，我们来找你了。就当一个纯洁矿工，从来不参与。他太没事了，不行，不允许。没有啊，欸，他会不会以为瞬移可以跟以往一样？有没有？嗯。所以瞬移现在变怎么样啊？就很烂啊，你不是也知道？有没有？我还没有买瞬移。你原地闪现看看啊。
泱泱在哪里？我要怎么原地闪现啊？就一样啊，就叫原地闪现的意思啊。哦，就一点点的距离变短了。嗨。对。你又被我杀掉了。好、哦。对呀、啊，可恶！这是谁？我，那是我刚才被雨越打死。我是炸弹客，我是炸弹客。150加60，210。我是我。哇，他们装备太好了吧？应该在楼上了吧？一两滴，打不了了。这个有黄金诶、欸，我一下。人类。冲啊！哪都没人的。我要抢那个，我要抢自杀那个死亡是最多的雷神称号。点哪来的？哎呀呀呀！对啊，我们家被破坏了。嗯，但是我们都在他们家。哎，上去买个炸弹。Oh, hey. Oh shit！ 在哪里？呀，我死掉了。原来你们互打，你们都是炸弹客。对。冲啊！哦，又打雷太难了，完全无法前行。又打雷真的太过分了。有看到泱泱在哪吗？对啊，要么打雷就是比我都要被打。太扯了啦！躲三场哎、欸，不是躲三场，躲三天哎、欸。他一定都躲在地底啊！发光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发光了，我们发光了。你们可以让他们发光的那个、啊。我的发光 CD 还没好。我挖一些洞，那么摔死。对啊，地面都只有雨月跟杰瑞。哦。哎，你被打、哦？对，我是在家里的那个。我想做一件事情，我以前一直想到一个想法，我一直没有做，我这次来玩看好了。装备到底多强啊？好扯哦！到底有没有可以发起投降钮啊？可力不见了。哎、欸，附近有人哎、欸！哎、欸欸，我杀死了！好、哦，我跟你在旁边，我在旁边。好，不是啦，音乐啦，音乐啦。哦，哎、欸，杰克哦，杰克，杰克哦，哦。干嘛？让我赚呢。哦。就是不想跟你结啊。没有啊，不是你赚啊，我。